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子俊，感谢你们这一年对我的支持。201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，因为这一年不管是工作也好，还是生活也好，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对于我来说。不过还好，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默默的支持我，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。我希望因为我的存在，除了带给你们快乐的同时，也能够带给你们力量，让你们成为更好的人。2020年马上就要到了，2020年一起加油。